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私人教练 Ben， 欢迎回到了我想健身教教我。快乐年假总是过得特别的快，除了要面对工作之外，还有就是面对在年后大吃大喝囤积的鲔鱼肚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金润义博会的社区健身房，我今天我教大家使用这边的跑步机，好消除好我们的鲔鱼肚。准备好了吗？跟我来啊！使用跑步机的时候，其实调整的地方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速度，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坡度，然后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在使用跑步机做有氧的时候，心率至少一定要达到130以上，然后持续时间建议维持30分钟以上才会开始燃烧到你的体脂肪，所以如果跑太少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消耗到体脂肪的。那我们开始要跑起来喽。在跑步的时候，请两眼帮我平视斜前方，双手肩膀放轻松，往前的时候手不超过我们的胸口，往后身不超过我们的腰肌，身体自然微微往前倾，维持正常的呼吸，持续跑30分钟，就会开始减到你的体脂肪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我想健身教教我，我们下周见。